本所于24日12时30分许获报，在中正路停车场内有事故发生。经到场了解，系自小客车驾驶陈男，因不明原因于停车场内突然加速倒车碰撞后，再向前加速碰撞墙面，致使陈男送困车内。经救护人员到场破坏车门救出陈男，送医急救无效死亡。事故原因尚待厘清，后续也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死因。